这个什么东西？石干名爵啊，石干名爵啊，这个字我也认不到。下面还有一个手工，手工会决斗。这也只认不到、还有一个茶油粉面啊，坏面片我知道，就是煮的面啊。进去看一下有些什么好吃的、尝一下，要是有的话就在这里吃一下，尝尝味道。哎呀，这门都是锁了的，再看清楚，空了。这前面好像有一个小广场啊，有很多人在这里玩。哦，这是一条河，在河边，我看到了啊。这里的建筑是古色古香的啊。两个人这应该是比较中间的了。我总感觉这个地方好像人气不够啊！你看对面又是山，好像就河的对岸也没多少房子，好像就是沿着河两条街道就完了。我想在延安这么有名气，不可能就这么一点城市就完了哟。看到没有？这里是个小广场。有很多人都在这里啊！我呢，现在转一圈，拍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广场真的好小啊！这个广场真的不是一般的小啊！现在把镜头换过来，让你们看个够啊！让你们看一下这个啊，让你们看一下这个广场好小啊！简直都没有人相信啊！街道上也让你们看一下这个，这里有一个杜公祠啊，杜甫，这个杜甫跟杨安有什么关系啊？我不太清楚啊，拍了让你们看。这个杜甫和延安有什么关系？搞不懂啊。就把这个拍一下这杜公祠啊旁边的景色让你们看一看啊。这个走着又是山，看到没有？我感觉现在是不是已经出了主城区了哦？真不知道，我总感觉好像是一个小乡镇的感觉啊，真的感觉这边好像已经不再是主城了啊。这里这边前面看一下前面有南大街光华路这里有条河，到河上去看一下。这条河大家看一下这条河好小啊，天哪，和我们那个农村的小河沟差不多对面也能看到山了这里应该是城中心了，四面看去都能看到这个城的头啊，天哪。先转一圈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应该是比较中心的地界了我感觉我就是在一个乡镇里面转，这种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有找到这个主城区我要是这样乱说的话，恐怕又有人要骂我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反正转来转去，我感觉就是在一个小乡镇里面转。你看嘛，这河这么小啊，还没有我们那乡镇的河大。反正
和我想象中的延安差距太大了，真的差距太大了，真的是差距不是一般般的大啊。有时候我都，如果我没有亲自来过，我都不会想到这个延安是这么个样子啊，差距太大了。啊，同志啊，这个延安的主城在哪里啊？这个主城，妈，这个延安啊，最热闹的地方在哪里？哪一个地方啊？旧区啊。就是最热闹的地方在哪里？热闹的在平时街上，靠往前走。哦，那前面啊？哎，这边过去能不行？那可以啊，坐公交，你看还有两万块钱。还有多呀？3公里。还有3公里啊？哦，可能我就是在郊区，还没到主城区啊，可能是我搞错了，难怪感觉就像在小乡镇里转。这个延安的养路段是什么样子？大家看看啊。就这个样子，养路段，啊，我们说的，就这样子。倒班啊，跟我们说的啊。我转一圈让大家看一下。就是说专门维护这个公路的啊，我把镜头放过去让你们看。哇，就这个样子啊。啊，对，那个查红旗的地方就是倒班啊。都没有挂牌子，只是下面有延安市养护处啊。养护处是什么呀？可能是市政环卫建设嘛，可能是这样的啊。市政环卫建设啊。现在我的身后啊，就是延安标志建筑延安财税大厦啊，延安财税大厦啊。这边还有一个什么呀，延飞帝国酒店啊，叫延飞帝国酒店啊。啊，我把镜头换过来让你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啊。啊，这个地方的话感觉好像人多一点了啊。可能是走到这个繁华的阶段来了嘛啊。这边有一个小区叫盛泽家园小区啊。盛泽家园小区啊。啊。转过来让大家看一下啊。啊。那个什么东西啊。大家看到没有，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念馆啊。应该是一个文物啊，刚好在这个桥附近啊，我先把这个桥转一圈，然后去参观一下啊，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纪念馆是什么样子啊，专门做一期节目啊，好，先让你们看看这个西北局纪念馆前面这个街道是什么样子的啊，那对面就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念馆啊，让你们看一下。啊，这个刚好对面就是中国税务啊财税大厦啊。啊，这个地方人好像多一点啊。现在我就到这个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念馆去看一下啊。看一下到底什么样子啊，走到这里来了啊。这个纪念馆前面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纪念馆前面啊，宝塔山景区枣园革命旧址啊，是从不要过这个马路啊，就在那斜对面啊，看到没有，从那斜对面那里有一个石梯过去啊，那里上去要过这个马路。下面有些老百姓在这里玩啊，休闲。